南韩首都首尔市面积605平方公里，人口数达到940万人，未来腹地有可能再扩大。原本隶属于京畿道的金浦市，最近提出要求编入首尔。假使计划成真，首尔市人口数将超过千万，成为国际认定的巨型都市。전세계주요대도시들은이미메가시티전략을추진한바있습니다일본은오사카를중심으로한간사이광역연합을만든바있고중국은수도베이징과텐진등인자도시를묶어징진지프로젝트를진행중입니다欧洲也有类似的都市联合计划，像是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21计划，以及法国的大巴黎都会区。对金浦市民来说，编入首尔有许多好处，不仅可以带动房价上涨，也有机会将地铁线延长，建构更便利的交通网络。주민입장에서는집값상승이나뭐이런것들을기대할수있겠죠메가시티로되면은네트워크가더접근성도좋아지고관계성이더높아질수는있겠죠从京畿道的立场来看，情况有所不同。首尔和京畿道之间的城市发展不均，可能会进一步深化。경기도가사업을벌인다든지도시계획적으로공간구조를계획할때핵심이되는도시들경제수준이높고또서울접근성이좋은이런경기도도시들이다서울로편입이되게되면경기도는상대적으로훨씬더힘들어지겠죠专家认为，都市合并计划应该要详加探讨再进行。对于金浦市要不要编入首尔市，两边居民也反应不一。金浦市民期待编入首尔市之后，交通和医疗等条件会因此改善。我觉得5호선이연장된다는것도있고더빨라질수도있고김포에서그냥서울시민이라생각하고살면서여러가지조건이또좋은조건도많이들어오지않겠어요뭐병원이라든가뭐백화점이라든가이런게김포가아무래도교통이불편하다보니까서울로편입돼서교통문제가해결된다면아무래도그런점이해결된다면뭐편입이될수있다면저환영하는그런입장을가지고있습니다金浦市会不会编入首尔市还没有定案。房仲专家认为暂时不会有影响，但房价应该会先被拉抬。김포시가편입이된다고하면그주변땅값이오르고반대로서울시자체땅값은떨어질거라고저는보고있기때문에그래서좀불안하지않나너무넓어져서좀행정적으로불편하지않을까뭐그런것도생각이좀들더라고요뭐버스노선도그렇고여러가지로两市合并成一个巨型城市，牵一发动全身。看来金浦市要编入首尔市之前，还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当地民意代表得先举办公听会，多加解释其中利弊，让金浦和首尔市民达成共识。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